你干嘛？你找那边摆 pose 啊？我绕着。哎，杨总，明天是我早餐，要不要一起吃？你打他？打他，他还走得出来哦。李密。还好吗？你不要哭了，你不要哭了。我是担心说等一下没人开车，你这样应该调回去了哈。辛苦哦。谢谢。没事啦。